近日，韩国男团 BIGBANG 抵达香港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在与歌迷互动的期间，权志龙意外被亲脸颊，看见此情景的观众全场傻眼，台下陷入一片尖叫。据悉，权志龙于24号跟着团员一起在香港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吸引众多粉丝到场支持。一名穿着红色上衣的女子上台与他互动，恰好他当天也有穿着红色系的服装，便开玩笑表示我们好像穿情侣装。此时女方忽然把嘴凑上去，权志龙以为对方要跟自己讲话，怎料粉丝将嘴唇直接往他脸颊亲上去了，短短几秒的时间让众人傻眼。权志龙更是蹲在地上狂笑，自己也相当惊讶被粉丝亲到的突发事件。不过他事后也赶紧替女方解围表示也很开心。话虽如此呀，网络上仍充满愤怒留言，不能接受欧巴被粉丝偷亲事件。好感動你的佢，好感動，好